家之共。西鐵元朗站七二一事件八個月，港鐵下晝四點起刪咗部分嘅出入口。今日係元朗站七二一襲擊事件八個月，有人發起夜晚集會，站內下晝已經有警員巡邏，出口附近亦都有防暴警員駐守。港鐵話為咗控制人流，下晝四點會刪咗 A、B、J、K 同埋 H 出入口。港鐵自九月起每逢二十一號都會提早刪咗元朗站。今日喺車站第一次喺二十一號冇山站。